So, welcome to the Sifu Sergio video. We're here in Beijing, and this is the school of Sifu Wong Chi Peng. And yeah, it's going to be an interview, and we're going to ask if we can film some practical things also for some further videos. And yeah, very excited. It's a Sifu that I respect very much, especially for his practical fighting skill. So yeah, let's go inside.这个木人桩呢，我们看这木人桩最重要是它是你一个是你的训练伙伴，没有什么特别的。当最好的训练伙伴当然是人，当没有人的时候是用你的这个用这个木人桩。木人桩呢，一共有108个动作，108个动作呢，包含了所有的咏春的技术都在放在木人桩里头了，包括它的踢、打、摔，包括拿，所有的技术都放在这里面。 最重要有几点呢？第一点就是正你的手脚，第二呢，当你做错了，怎么样去改正你的动作？怎么样去改正你的动作？我们看很多当我错的时候，怎么样去改正你的动作？还有就是正你的手脚，每一走的时候都是这样四十五度，让整个身体冲撞的，不是单纯的胳膊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怎么样去改变力的方向，借力。 打力的，因为我们看桩手是，这个桩手是很硬的一个桩手，我们不可能把桩的手抬起来，打起来是不可能的，它是非常硬的，也就像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人一样，冲击力很大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去改变力量，借他的力去打他的？当给木人桩一个力的时候，当你有感觉这种力很大反作用给你的时候，你就快速就转变打他，这是很重要，所以平时就要。 就要应该多练。在很近的距离，它有很大的力量，我绑不起来它。当我绑不起来，它有很大的力量，突然改变，没有改变，打它，突然之间它给我力有慢点，它给我很大的力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改变它的力？就是一旦没了，直接就变去打它的。 这很重要，不一定按108个动作去打的，他有单独来操练的，练他的踢，没事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这个踢。为什么这么去练呢？因为很多情况下我踢他，他都会怎么样防的了，这样防的了。我踢他，他会这样防的，当他一防，啪！ 一把，一把，一把，同学，这样，所以说没事的时候应该这样去练习啊，这样去，对，再后来很多动作这样去，这样去，这样去练习。 还有就是，练你的摔的动作也是一样，你的可以把脚放在这个部位往回，这个不动，这个脚不动，往回，往那个膝盖这个方面勾，往这个方向，勾我的腿那个动作，对，慢慢的。 用多大力使啊？勾，对，实际用勾是整个身体，整个身体的力，啊，整个身体的力，啊，在很多情况下，我跟他打的时候，很近的距离跟他打，没有了，他的重心放在前面，砰，啊，一打，对吧？砰，啊，一打，过去，所以没事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样，这样去练习。 很多情况下，你看，都是用你的去掌根，用这个部位，包括进马，很多人是去这样劈它是不对的，应该去整个身体抖动发，打它，打它。为什么这样来做呢？很多人做拍手，一般我做拍手，如果是这样拍的话。
这地方是没有威胁的，用这个部位，用这个部位去开场，没有很没有力的。应该怎么办？开手应该是用你的掌根去开的，用你的这个掌根，整个发力，掌根这部位，掌根部位，抖腕发力打到这个部位，这样去做的，不是这样去做的，啊，不是去这样去做，是应该用你的掌根去打他这个部位，去，啊，用你的掌根抖腕，包括内门也是一样，不是这样去拍，是，对，是用你的掌根。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动作也是一样，是用你的掌根去打，不是推他，不是去这样推他，砰。你经常练习你的硬度跟你的力量很好，那你这样砰，不是这样推他，不是这样推他。很多人这样推，如果他往前来，我推不动他，我推往前来，不然我这手腕可能很容易就受伤了。如果一两打开一把手很容易的，他的肋骨就可能就折了啊！致命的打击，我们叫精准打击，在这些个部位，很容易让他受伤比较大。